谈点亮明星的顶级脑回路。张真源说什么样的表白都能接受，梁文直接来了一句，那我说我存在你的钱给缺水，我存在你的钱给缺水。问千玺对妈妈撒娇时会说什么话，周杰伦在写签名照的时候问人家，你这边问什么，你这边问什么，有什么样的话听你，有什么样的话听你。冷艳俊已经出现人传人现象，王者冷艳俊，知道什么叫做笑里藏刀吗？哈哈哈哈，刀刀不行。下一位，小贾也不甘示弱。你知道一个玻璃从20楼掉了下来，他想要跟你说什么吗？为什么不救我？他跟你说晚安。嗯，因为他碎了。是。下一位，林坤坤也。你知道这个是什么？鱿鱼。海马。那你看这个是什么？水母。错，五只海马。五只海马。问问知不知道你们团在江湖上的别名是厨师男团？不成立的，因为我还没有踏进去。因为你姓蔡啊。对，我姓蔡，我还没做菜。那我还姓范，那我还姓范。你跟林彦俊学坏了，我感觉。谢谢你，易烊千玺。刚刚回暖的三月瞬间降温。从前有一根牙签走在路上，然后看见了前面路过一只刺猬，然后喊公交车。表白，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，因为。显得手比较黑。武侠和超人为什么要穿紧身衣？因为救人要紧。把哈利波特所有全集的第一个字连起来是什么？就是哈哈哈哈哈哈哈。谁是冷笑话大王？冷笑话应战，冷笑话有人能赢我们团的人吗？没有米饭是吧？没有 rice。你是辣的，你是不辣的，你是吸血鬼，为啥？因为不辣的。雷哥茄子，不喝了。Triple kill， 是辣的人一定要吃这个吗？雷哥，辣不辣？辣的。Quadra kill。我家的空调会做饭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除湿功能。因为它有除湿功能。张真源和刘耀文简直是开口定调，好吧，至于定什么调自行体会。然后想让张真源来看自己写的字，张真源开口，我的字这么丑吗？我的字这么丑吗？没有，我左手写的。刘耀文夸张真源帅，结果就像是你们别打回真的一样，我一直不知道他在夸我。刘耀文太会说话了，羡慕死。周深是什么京剧小王子吗？哇，那就明天吧，要不过个年再说。都睡十分钟很幸福，大家都知道，但大家都做不到早睡十分钟。如果你发现你好像天赋不在那儿，你就把它当爱好就好，那也不会耽误你喜欢那个事情。那你觉得男生跟老公说的话孝顺什么意思呀？孝顺不是一个我该做的事情吗？对我是有什么误解？你在学校属于风云人物吗？你是什么学校的风云人物？我们学校你在风云不过校长。怎么自拍最好看？用美颜相机自拍就好了，美颜相机自拍就好了。F means freedom， 就是自由，应该回家。按照这个节目的规则，我今天是赢了。对我来说，我又一次输了。如果输很年轻，他可以这样改变；如果输很老，他只能断。是必要的，还是有机会去做？这个榜样，你必须当那种完美的人，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人。丁哥，请把严谨给我打在公屏上。小芳问丁哥，在拍短视频的时候有什么是自己比较抗拒的？丁哥回答说，撒娇这些都别了吧。上次让他撒娇，他有冲我们露出不悦的神情。那不是不悦的神情啊，那是拒绝的神情。严谨一点。在拍摄短视频时，小芳因为打板不对而被说笑场了。我看看能打多少次啊。毕业短片金晨星第二次，一进二次。
贺君临，这里面好像有什么误会。小贺在公园里坐着，被阿姨喊着一起打乒乓球，结果聊天过程中愣是给自己聊成了个富家少爷。这地方风速有点跟我平常打的时候不太一样。您是那个体育馆的？我在家里面的。家里乒乓球啊？我们这问题可是给明明问的不会了。紧接着一旁叔叔的又一个问题，事情渐渐朝着一个奇怪的方向去了。我们老师到家里面来上学。明明没记错的话，我好像只是一个勤勤恳恳的打工人吧。我都害怕他们说的全是真的。那栋楼就是啥都是，因为那栋楼啊刚送了。我家究竟有多有钱，你们想都不要想，会受伤的。 你买东西50块钱能买得了吗？孙一浩，你想一下，50块钱内能买什么东西？你啥东西都买不了。按你这种平常这种消费的这种价格，我觉得难为满足不了。TFBOYS 高情商发言。那就这两道菜和我的方便面火锅，只能选一个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两个多呀。太好吃了，这个什么都会做。颜值高的女人什么都能做，他们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。你爱谁啊？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北京天安门上太阳升。周深是满满的求生欲。你的编曲很好听，有编曲吗？没有。你唱的也很好听，也很酷，也很帅，也很美。够了吗？够了吗？哇哦！自己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天秤座吗？当然不是啊，世界上天秤座那么多，每个天秤座都是小可爱。我的意思是说，12个星座都是小可爱。你喜欢吃甜粥还是喜欢吃咸粥呢？有人吃咸粥吗？皮蛋瘦肉粥啊？我不爱吃皮蛋瘦肉粥。当然，我知道你不爱吃汤很香，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。我刚好是那个不爱吃皮蛋瘦肉粥的人，我今天就找一个最喜欢吃的粥。开心就好。笑不活了！王嘉尔现身彩排现场，面对粉丝拍照，低情商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高情商。选图了，够选图了，我觉得够选图了。你有陪过20到35岁女性逛街吗？有这么好？哎，这逛，谁小时候没陪妈妈逛过街？是不是？哎，我的天，我这腿不够长呀，咋办？你以为我够？50岁要抱孙子嘛，刚才说了嘛。对，那现在您回头你就能抱。抱自个儿。我实话实言，子怡唱的其实还挺好的，可以。那我呢？你跟他比什么？跟他比什么？是多大岁数？五哥，看清了没有？年龄呢？六妹，我96的。啊，你才比我大1岁。你这有什么话？这有什么话呢？就到这儿吧，挂了吧。时代峰峻，祖传高情商发言。你印象最深刻的粉丝行为是什么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上学啦、回家啦、在公寓啦，我们都有一群漂亮的姐姐在这里，我超开心哦。春节假期有安排了吗？现在的安排吧，等一下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吃顿饭。对。只是打算到了今天晚上吗？对，因为其实不可控的问题还很多。宋亚轩分享自己2020年非常难忘的事情。我跟6个兄弟搬进了新家，那是一个大别墅的，3层，还有地下室、户外花园，欢迎你经常会有小刺猬溜进来，在我们花园里散步。Jeff Boo